我是来自北京赛区的24号选手叶宁。我是5号选手于群。我来自北京赛区，是来自山东赛区的选手郑小月。是16号选手陈雅妮，来自山东青岛。是11号选手程岩，来自北京赛区。07号选手韩月云，来自山东赛区。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蛋糕，特别好吃。我要特别的推荐一下这里的甜点，今天吃的都是饱饱的，这里面的食物非常的丰盛，所以有点忍不住。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再出成绩，